政经关不了，关不了政经。各位同学大家好，先祝天下伟大的父亲父亲节快乐。那父亲节每年我都会做一些感性告白啊，今年先缓缓，因为国事如麻，真的国事如麻。所以看到欧崇敬老师呢出现在画面上，我们就知道不是已经发生了大事，就是即将要发生大事。好，那真的已经发生了大事，而且即将要发生更大的事，就是突然这两天我又变成了大家广泛搜寻的目标，还有欧崇敬老师，还有张友化，友化哥，还有赖清德，突然变成了一个狂搜寻的这个内容。我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很多人把这个讯息传给我，叫我一定要澄清啊，要提告啊。等一下我想想，其实我确实有点想提告了，不过因为友化哥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的，我其实蛮尊敬友化哥。我别的不说啊，我看一个人，我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蓝是绿是红是白，我无所谓。你拥戴共产党我也没有意见，你拥戴这个金正恩我也没意见。重点是我看你做了什么事情来实践你的理念。台湾有太多政治人物我瞧不起啊，在蓝营执政的时候 A 蓝营，在绿营执政的时候 A 绿营啊，要不然就是透过各种这个管道获得自己的利益，然后这种人太多了，绝大部分都是这种人。可是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哦，张友化各位可能不知道，这个人他在台湾的党外时期，民进党连个影子都没有的时候，他那时候是中国时报很有名的记者了，他就一路帮助党外一直成立到民进党。所以今天台面上的这些小孩子们，连张友化在党外搞党外运动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呢，还在包尿布呢，赖清德可能还在当这个可能是春风专案啊。那今天友化哥出来讲这些东西，虽然有一些东西可能人事实地物兜的不是那么仔细，不过无所谓嘛。我说现在的新闻尤其是透过网络，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嘛，所以人事实地物，听好了，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前所长这么说的啊，人事实地物啊，五个东西里面有三个正确已经不错了，有个八成正确啊已经不错了啊，我是这么看的啊。所以现在呢动不动标签别人假新闻就不必了。那友化哥这个爆料呢，当然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当然是觉得开什么玩笑，我这么辛苦的追论文们，就发动者竟然不是我，你不觉得我是心里面觉得还蛮吃味的吗？啊，其实我应该这样讲了，最该告张友化的人根本也不是我，我也轮不到了，是林环强啊。这个林环强教授才是整个论文们鞠躬绝尾的发起者啊。好，这事情我待会再来讲了。其实2014年我在主持政经现实批的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绿营的媒体的大佬把我拉到那个旁边，我还记得那个场景，那个是进一电视大门的时候要进摄影棚，旁边左手边有一个长长的这个沙发，他把我拉到旁边跟我聊了大概十分钟。他说这个有人你知道吗，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是假的，找不到。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跟现在14508171一样，你别搞笑了啦，伦敦政经学院你又不开玩笑。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所以我当时没有太把这个讯息当一回事，而爆料的人跟相关的人呢也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资讯，所以对我来讲那只是一个线索。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哦，2019年林环强教授在6月份开始他就亲自去做了田野调查呢，他也去做了深度访谈，他搜集到了非常多的资料，才爆发了论文门啊。这时候全世界不是只有三个人知道啊，是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叫林环强，一个叫贺德芬啊。林环强教授同时发了一封信给我，可是因为我的未读信件在 Google Gmail 有7万多封，将近8万封，所以我到后来呢，我读我的 email 就是，如果你不是我认识的人，我大概就不看了。结果因为这样，我错失了全球第二名的独家啊，才让贺德芬老师召开了记者会，我因此落成了论文门的功臣排行第三名啊，我号码牌是3号。现在张友化跑出来说我的号码牌变第四号，硬要插队插一个叫赖清德的，我当然是不高兴了，对不对？我觉得最应该告张友化的是林环强啊，人家花了多少时间，有多么这个沛然莫之能御的正义感，才可以成为
揭发蔡英文蔡假博士蔡骗子的那一个身体力行又去实践的知识分子嘛。前面的人只是 he says she says 只是捕风接影嘛，捉影嘛。所以我觉得现在不准到哈，可能彻夜辗转难眠的应该是林环强教授。我呢本来可以拿个铜牌的，现在什么都没有嘛，各位也知道金牌银牌铜牌第四名就没了嘛，所以我也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但是因为有话哥是我蛮尊敬的一个大哥，你看三四十年前他就敢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时候，不是因为春风专案啊，是因为一个媒体人的义愤，他去支持了党外。所以你要把它抹红啊，抹黑啊，抹蓝啊，哎，拜托拜托啦，人家在推动台湾民主以身试法的时候，你们这些人政治人物，你看那个赖清德赖班那几个发言人还在包尿布，我真的不客气的讲，搞不好尿布都还没包呢。好，今天我们请这个欧老师到我们的现场来，因为欧老师呢也被卷入这个漩涡当中，那听说欧老师也很不高兴，来，欧老师。我两个钟头前才跟有华哥通电话，这通电话大概讲了一小时，把所有他们两边呢互相准备告对方的内容了稍微对了一下。有华哥呢现在是打算呢从本周的星期一起一直到星期八好了，每天呢连续啊 K 赖清德八支，他非常愤慨啊，他觉得赖清德怎么可以这样污蔑他呢？譬如说赖清德说他这是完全没有公信力的人，遭到世人唾弃，这一点呢有华哥恐怕是要告他诽谤，而且要他举证他如何遭到世人唾弃啊，这个会成立哦。好，还有呢他也要告这个赖清德说，你怎么不告我春风专案，怎么不告我卢渣案，怎么不告我铁路东移案，怎么不告我光电案，这么多案你为什么只挑一个假论文案来告呢？他来，我打岔一下，我因为我现在跑法院已经跑得成精了，你知道吗？判决书啊，这个跟法官过招啊，跟这个当事人对方诈骗集团过招，我已经成精了。首先啊，有话哥要告赖清德啊，跟赖办说他只说这个有话哥是遭到世人唾弃嘛，对不对？对，那有话哥就很简单，报告法官，我要传世人。你告诉我你被谁唾弃，你把世人找来。对，他原句确实是如此的。这样就赢了，请找世人出庭，对不对？他可能会找一个人名字叫欧世人啊或彭世人的，那这样他可能会过关，不然请把世人找来。没有错，你说的就是所谓的构成要件嘛。对，这个构成要件是世人嘛，那他就在这里世人来嘛。对，嗯，对。而且呢他还说有话哥呢永远是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有话哥非常不满意。不，这个是九孔说的。不行，这九孔要出来告。但是我觉得对有话哥来讲，如果有人说我讲的东西都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知道，我太开心了。第一个证明什么？证明我是一个有独家爆料能力的新闻人。第二个证明什么？证明本人啊接获独家爆料的时候守口如瓶，绝不透露消息来源，所以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这是很大的桂冠啊，就对我的新闻人来讲，我觉得那是赞美。这事还没完，这事呢又扯上了九孔，而且呢根据这个九孔说的话，有话哥就很愤慨，在相关节目上呢已经骂了一顿，结果现场就卷入另外一个超级天王，这个人叫王世坚。王世坚就替这个赖清德洗地了，他就说你呢干嘛不去告九孔啊，九孔既然这样污蔑你，你应该告他啊。然后张有话说他化名为张有话，而且是有没有的有，而且木字旁的话，他自己要怎么说我管得着他吗？那我就给有话哥一个建议了，我说那你就应该跟王世坚讲啊，叫他出来跟鬼蛙恰吉好好的理论理论，干嘛鬼蛙恰吉学他那个头发跟那个造型呢，这样呢大概就可以扯平了。所以就是要告鬼蛙恰吉模仿他了，然后污蔑他的形象。现在是九孔、鬼蛙恰吉跟王世坚三个也扯进去了。不过这三个里面啊，九孔我不认得，但是有话哥跟世坚是我的学长，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政治人，就是政治人物。因为
他不但是个友情国小的学长是吧？不是，复兴小学的学长。哦、对、哦，他不但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敢言敢冲的人啊，这点我佩服他。这个我，而且他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对不对？你看，同样发生这种事情，什么什么这个刹车不好啦，什么借厕所啦，什么讨论选民服务啦，什么吃火锅啦。对不对？什么都有，你看他没有啊，就好汉做事好汉当嘛。这点我就是佩服这样的人啊。好，那这个题外话。不过这几个人当中，我觉得都很无辜啦。那欧老师，我觉得我要是你，我会生气。哎，我已经生气了。我告诉你，华哥说你不能一个人做节目，你得跟我对话，因为呢赖幸德太看不起我，他只告你没告我，他置我于何地呢？明明你讲的话都在我节目讲的、啊、他怎么不来告我呢、嗯、这就奇怪了。 勉为其难，还是跟我保持一周啊两回的连线，而且总共呢，双方互对，这样加起来有12集的节目，敬请大家呢在本周收看。不过呢，为了让大家开开眼界，而且先过个瘾，我们呢就现在哎
彭文正彭大哥的节目呢，今天率先先把目录给大家展开了。看起来啊，未来的五个半月里面，恐怕至少会有四个半月是张友化对上了赖清德。不过这里有个前提，万一赖清德在十月底之前就被蔡英文给干倒了，那他们的官司大概就只剩下两个半月有效，因为既然他也倒了嘛，那也不必再告友化哥了。但这件事情的确有可能引发蔡英文提前发作，因为蔡英文本来就疑心赖清德是这整件事的主谋，现在这整个事情等于是拉开嗓子了。友化哥呢是认定赖清德就是主谋，但是号码牌到底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他老人家可不管，反正他已经70岁，他记得的事情呢，就把他当作是炸酱面或者是这个杂菜面，就一锅炒了。我跟你讲啊，哎，我打个岔，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对不起，我打个岔。这赖清德跟他的团队真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人来治国完蛋的啦。我自认我就是小时候呢，就是比较容易发烧啦，所以我这个智商只有57嘛，好，柯文哲157嘛，那我比他少一嘛，我57，那我都不会犯这样的错，哎，赖办怎么会犯这样的错呢？对不对？你看啊，今天如果有人说我赖清德，如果我是赖清德的话，今天有人说我是论文门的发动者，我应该高兴啊，我应该暗爽啊，你知道，在家里面抱着枕头偷笑啊，为什么？因为这些年来我真的没有对论文们讲过一句话噤若寒蝉啊，装不知道，多少人激他写信给他叫他该出来讲了，他都不讲，现在终于还我清白了，原来我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你看我在后面操控全局，竟然没有人知道，被这个张友化这不怕怕给我爆料，可是我这一方面我不就对那个所有的对论文们这个不公不义的事件这个追求的人有了一个交代吗？原来我赖清德早就在实行公平正义了，所以某个程度来讲，赖清德不是应该感谢这个张友化吗？而且他手上拿了一个尚方宝剑可以对付蔡英文啊，他应该让蔡英文知道说，嘿嘿，我兄弟手上呢既然可以发动，我手上可还有更多的料，咱们要不要来交换交换呢？所以我要是赖清德的话，我就打蛇随棍上，就不讲话，装得很神秘，让大家觉得我就是那个始作俑者，我就是那个发起这个爆料的人，那不是一箭三雕，一鱼三吃吗？这个赖办实在是，我真的觉得，哎呀，真是。然后你看，他现在把这个欧老师给惹毛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没有公信力的人你都告了，那你把我当什么啊？对不对？这告，对。我您刚才说的话呢，我有所修正。啊，对，您刚讲那番话呢，显现啊，这个彭文正教授呢，真的是一个人人君子，完全跟民进党毫无勾结，既跟蔡英文办公室没勾结，也跟赖清德办公室毫无勾结，并且呢，你还都不是他们的顾问，你只有不小心主持了一下蔡英文的就职的晚会，如此而已。为什么说你毫无勾结呢？你刚讲的话呢，那是门外话，因为赖清德为什么非告不可？因为他如果不告的话，哈哈，蔡英文真认定他是其中的要犯，蔡英文真的会把他给掐死。他这个提名啊，或者说他这个去登记前的日子，他可就不好过，极有可能他认定只要他默许默认，那蔡英文真的把车风案给抖出来，赖清德真的在八月提前引爆，他就连美国都去不了，就甭选了。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别的事可以不理，这件事他非理不可，也就是我们讲一万次中风中案他都可以假装没听到，但你说这个论文案是他干的，他非得赶快出来说，尤其你是在开山路讲，台南的开山路，而且是露天广场讲，在台南市讲，而且那还是延平救亡池附近，这开始开什么玩笑，他要是默认的，这个时候他都还不否认，只要蔡英文认定是真的，蔡英文一火大，下个礼拜就把那张光碟给抖出来，那500多篇他当时候手写那些手写稿全部一个一个字儿给吐出来，赖清德真的不用选，他是连人都不用做了。 好，欧老师，我其实我看这个世界的局势哈，
我一直念之在之一句话，就叫不以人废言，不以言举人。我不管你是谁讲的，我只要管你讲的东西有没有道理啊。对，那我也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啊，你讲的话没道理你就没道理。你是什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好，你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圣骑士也好，我甩都不甩你，我要看你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那这件事情看起来这样子，既然呢、啊、既然如果赖清德被拖下水进入成为论文门中的这个爆料者，可以让蔡英文把春风专案抖出来，那这件事情的结局不就是替台湾的公平正义，为过去那些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讨回公道吗？这不是转型正义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吗？那为了这个大的目标，我看我承认好了，我承认好了，就说赖清德跟我其实不是在万里见面了，我们是各划着一艘船在钓鱼台交换情报的，这个算明天的头条吧。没有，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也许是友华哥记忆有差，不是万里而是巴黎啊，这样呢就理想的多，因为巴黎比较近，万里实在太远了。其实是错口误了、啊、是 Paris， 是巴黎啊。而且车上的那个座次的组合也不一样，你们是三台车去的，不是共乘一台车。洪文正何等人啊，怎么会跟人家共乘一台车呢？四五个人共乘一台车，对对对对，万一出了车祸，这损失就太大了。当然是每一个人各自开各自的车嘛。我通常出门的时候都是一个车队，带七八辆车，而且每部车都长得一样。哎，我还附注一点啊，这里这个爆料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小乌龙，就是你们共乘一辆车，为什么一定错呢？因为童文勋啊，他开的是跑车，跑车啊只是两人坐。顶多就只能做赫德芬了、啊、所以你们至少要两辆车到三辆车，所以这个爆料应该是略有瑕疵的。文正哥，我们在修正当中了，对不对？对，所以那好啊，那既然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了解春风专案的内容，替台湾的过去遭到白色恐怖给荼毒的那些人，包括了陈文成，因为那个陈文成事件就在那个前后、欸、就是1981年，对，也就是赖清德加入春风专案的第二年，应该是赖清德，而且是在校园里面那个图书馆给扔下来的。他应该是赖清德大一，大概是大一，1981的话，大二，因为他是1980加入的嘛。大二，对，没有错，你讲的时间完全正确。赖清德应该是1979年，民国68年的9月进台大。对，对，我们前后届嘛。对。他是大二，对，所以在他那时候，他正是春风专案里面的重要人士，因为那时候春风专案只启动了第二届而已，而且那时候是督导的非常严格，是整个台湾非常风声鹤唳的时候。台湾最为风声鹤唳的时候是从1979年一直到1982年这几年，而且连年都有人因此而亡。别忘了，还有一个案。文正，离你现在的居住地不是太远，您记得江南岸吗？对对，刘宜良，是不是也在旧金山附近发生的，对吧？对，在渔人码头。对，改天你来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去看他在哪里被做掉的。那个杀气太重了。然后呢，是那时候大家都传言是小蒋的儿子派人直接到美国去干的，所以引起老美很大的愤慨。是啊，这个已经被证实了，就是对蒋孝武找了竹联帮，那包括了这个吴敦、陈其礼、董桂森，那他们其实当时被中央军情局的这个局长啊，包括了组长陈虎门跟汪希林，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去除掉一个国贼，因为这个人呢是什么几面谍，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对于陈其礼、吴敦、董桂森这些人来讲，他们是一番的正气、啊、他们觉得这怎么可以，我们是替国家做事嘛。后来没有想到被这个情报局被这个蒋孝武摆了一道嘛，因为事情东窗事发，美国人知道了，而且叫逼他把凶手交出来，逼他们承认的时候切割了，所以陈其礼他偷偷的秘密的录了音嘛，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云端嘛，不像我们现在讲的话全部在云端嘛，也不用秘密录音了，所以才自保嘛。那陈其礼跟吴敦跟这个董桂森后来死在美国的监狱，
他为什么死在美国监狱啊？听说是在那个美国监狱那边跟人家吵架被一个黑人捅死的。你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吗？灭口嘛。所以有人说蓬皮去啊，你有胆去监狱待啊？我说我干嘛要去监狱待，对不对？活的人进去就后来被人捅死了出来。蔡英文说哦，蓬皮在那个监狱里面跟人家打架嘛，对不对？跟这个小粉红吵起来了。所以啊，你们这些人用点新的伎俩吧，不要再用那种过时的半个世纪前的伎俩。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部分，对，江南岸就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对，就是全部是在1979到1983年之间，那是最严峻的时候。蔡英文他家里就命令他那个时间不要回国，到整个风和日丽的时候他才回来。所以1983年他回来的时候是整个情况已经落幕了。我们同时见到王森的时候不也被拔掉了吗？也就是说情报系统不需要再统筹了。所以5月5号，他的刘少哈办公室被拆掉，也就在同个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作为坐标，1979到1983年的5月5号，美丽岛案中间经过林益雄家的林宅血案、陈文成的坠楼案，还有江南案，接着
是刘少汉办公室被解散案，然后还有海霸王代替乐马大饭店的成立案，也就乐马大饭店终结，然后海霸王成立，这都在中山北路上，而且是离圆山大饭店最近的一栋楼。你看这一连串的所有案把它都在一起，时间就形成一个非常接近的轴线。那回到春风庄案，赖清德在那时候怎么会不重要呢？文正，其实还蛮有趣的，你可以先下手为强，先告赖清德，然后告的理由是你为什么不告我呢？这个法官会啼笑皆非，然后你需要那个诉讼代理人，虽然我没有，我律师执照后来没有考完，我高检及格，法务类，就是我高检法务类六科及格，我在节目中贴过我的那个成绩单嘛，啊，我闲着没事，我花一个礼拜考过的，我真的没骗你，我讲实话，好，那各位可以去看嘛，我报名的时间，反正那已经是当年勇了，我可以当你的诉讼代理人，因为我虽然没有律师执照，但是我有检察官评鉴委员会的委员资格，所以是可以当成非律师的诉讼代理人。那我去帮你辩护的时候，我就跟这个法官讲说，赖清德不告欧崇敬，这对欧崇敬是莫大的侮辱。就好像说，对，就好像说，最后呢，这个武昌起义，最后有一个人出来说，国父不是孙中山，啊，而是黄兴。那你说孙中山的后代会不会生气？就同样的道理，我就援引这个例子，告诉法官说，这对欧崇敬老师来讲，望重士林的欧副校长来讲，这是很大的侮辱，会成吗？我必须可以预告一个是真实会发生的，是有话哥告赖清德的时候呢，会请黄崇彦出来作证。这个洗地专家黄崇彦出来啊，肯定妙了，因为假论文案当然有他的色彩，而且他不能拒绝作证，因为呢，他出来开了一大堆记者会。证明蔡英文的论文是真，尤其是那场经典秀，就拿了一个东西晃了几下，说那是蔡英文的博士毕业证书。我麻烦他再把那张拿出来，请有华哥把他找个证人，那张同一张拿出来，请赖清德现场指认一下，这张到底是真的毕业的还是假的毕业。如果赖清德敢说那张是真的毕业证书，那么赖清德呢就当众说谎，有华哥可以当众再告他一次。好，那么如果他说是那张是假的，那有华哥当场他就已经胜诉了。简单的说，那就是有华哥可以直接用这个方法让黄崇彦来协助赖清德，直接赖清德打败赖清德。这个黄崇彦我早就说过啊，他这个人有个特色，他是靠谁谁倒。闽南语有一句话，哇刷刷的哇害害搭，这个黄崇彦啊就是这种替少去北卡北啊，就是贴少走白脚盘，他上场肯定可以把咱们这位自认为天下第一帅天下第一优秀的赖清德给搞倒，这一定精彩，而且这件事真的会发生，黄崇彦还不能拒绝。简单说为什么不能拒绝，哎，你都陪赖清德要去纽约旧金山还有巴拉圭了，你怎么能拒绝他上法院帮忙证明到底假论文这件事情是不是赖清德发动的呢？但是有华哥可以在他作证的时候就请他再把毕业证书亮一次，是真的假的，哎，请赖清德当众回答，这就妙了哈。后面的事啊，我认为啊就是野火烧不尽了，前面他惹了彭批，结果最后用没收彭批的护照做收场，就害得张友会、黄维这些人都被告啊，是检察官跟法官代蔡英文受刑。现在好了，总算轮到蔡英文的副手跟他的副秘书长也要上法院去了，所以我觉得正觉上场了，这场打了四年的官司终于打到这份上，而且在法庭上顺便大家把春风专案的证据给摊开来看看，当时赖清德是咬了谁，他是得罪多少人。他既然说有华哥被世人唾弃，那我们看看春风专案揭开以后他会被国人多少人唾弃，来超级比一比谁最后才被唾弃，这时候就可以证明
黄国昌真的靠了谁，谁就会倒。赖清德，你等着，因为黄国昌靠上你了。闽南语说好，你地位倒啊，好，你败啊，七月半啊，你家己唔知啊死活，那也没办法。七月半的鸭子，您自个儿不知死活，咱们也没办法，咱们就等着看好了。黄国昌会帮你，哎，盖上棺材板的。有华哥，有华哥也会在那里哈，摇着胜利的花朵。文正，好，其实觉得很有趣哈。其实我有很多好朋友在群组告诉我说，文正啊，你要澄清啊，这个论文门啊，这件事你要澄清。现在被那个五毛讲说，这个1450讲说，哎，对啊，你看啊，这个就是背后就是有人在操弄啊。我说我干嘛要澄清啊？大家好好再来讨论一次论文门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我管你是谁爆的料，是赖清德也好，是张友化也好，是彭文正也好，是贺德芬也好，是林环强也好，只是其中对林环强比较不公平了。人家是独家，你要硬要把人家抓成第二名，对不对？金牌得到了。对，我有个新解，文正哥，我有个新的解释，您可以笑纳一下。嗯，因为既然是赖清德是主谋，那我觉得还你清白的时候就应该到了，你很快就可以被发还护照，可以凯旋归国了。而且赖清德就应该被换下来，就应该换上优秀的真的 Wisconsin Madison 校区的博士彭文正回来。彭文正就在赖清德因为有冲锋中案他被换下来了，这时候得摆一个人上去，反正陈建仁也不想干。那 John Hopkins 的博士学位跟这个这个你们Wisconsin 的 Wisconsin 的麦迪森校区的是 quality 是差不多的，但是你优胜比较好啊，不，你优胜一筹，优胜一筹原因是你们家的夫人更有总统夫人的气质啊，就李金玉啊，他有个字大家比较不晓得，将来以字行，就李金玉字国香啊，以后大家应该称他为国香夫人，就由李金玉跟这个彭文正啊搭档出来，哎，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当总统跟总统夫人，我们国家多体面嘛，是不是？这个，哎，我觉得民进党可能就真的会赢了，因为蔡英文就可以跟你和解了嘛，反正是赖清德干的嘛，而且他指使了这么多人，你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萝卜头而已，所以蔡英文应该在这里跟你一笑泯恩仇，而且呢，把真正的这个战犯把他给了结了，顺便把春风中案全部给抖出来，让转型正义好好的转型转型。我觉得您在这里不妨呢，就笑纳，先把护照拿回来，然后呢，11月19回国，11月20参加登记。您觉得这个剧本如何？谢谢欧总统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荣幸，这是欧总统对我的肯定，然后感谢总统。那我什么时候变总统了？您这是说笑，我只不过是您春晚的搭档啊。这个段子呢，请记得咱们这儿。今年的这个春晚的时候、啊、还得再加进来啊，就这个给大家复习一下，它是精彩桥段。行，没问题，没问题，行，绝对没问题。好，行，那哎，我真的，你看啊，你说嘛，那我往后啊，我在台北地方法院告了黄国忠，我后面有一大堆跟论文们相关的，大概至少有10个案子，有大概20-30个庭要开，我每个庭都给他传证人赖清德。因为还有传证人黄国业，黄崇业不急，我跟你讲，上次不对下次，我直接传赖清德。为什么？因为张友化说对对，我忘了你是总统候选人。张友化说赖清德是整个案子的发起人呢、啊，那我们就来传他嘛。那不传他，传谁呢？没错，对不对？没错。对呀、啊，这不是很好吗？哇，而且友化哥说的很认真哦，他对呀，真的说、啊、他指天画地说他真的没乱讲。我跟他通了电话，他是这么说的。好，没关系，我这个我也不驳，搞不好我不知道啊，因为谁发起的我真的不知道，我搞不好只是第三手、第四手嘛，对不对？对对对，当然你绝对不是第一手，这我们确定的。这我不是啊，不好意思啊，但是我就是常常掠夺了这个光环嘛，因为谈到论文们就谈到彭文正，不是在我之前还有林环强跟贺德芬嘛，对不对？只是他们努力没有我，他们努力不足嘛，被法院没有肯定嘛，只肯定了我嘛，对不对？地检署只肯定了我的努力，对他们呢，就是觉得他们努力不够嘛，所以只起诉了我。那这件事情就很简单啦，那从此以后论文们所有的官司有一个必备的必须要传的证人就叫赖清德了吗？还有张友化。
这张友化 是间接证人了，因为他跟论文毕竟没有关系嘛，他才能证明赖清德为什么需要出现在现场。这个就是你学富五车，但是没有学过法律了。我传赖清德当证人，赖清德出来出庭的时候说：“我不是，不信的话，我要跟欧崇进或者跟这个张友化对质。”那个时候，欧崇进跟张友化才会变成证人，这样你懂吗？是啊，这样懂吗？哈，学法，明白，学法律要有逻辑啊，知道哈？没问题。对，所以。这事情就这么，现在这个局啊就妙了，因为呢，它会成为一个漩涡式的展开，对，它不会停下来了。原本大家都在那个换侯不换侯，或者是郭台铭要选不要选这两个事烦死了，或者是韩国瑜又说了什么啊？这朱立伦又怎么样了？这是真的烦透了。哎，这下焦点完全转过来了，完全转到张友化还有赖清德上，这有戏了。而且王世坚也跳进来了。所以啊，大家当然是换主角了，并且人家彭文正也在旁边 stand by 了哈。所以呢，我认为啊，整个所有媒体的焦点会全面的移转过来，最后不得不使得民视三立
一电视年代也都把镜头给调过来，到那个时候啊，那就已经是不可收拾。我认为按照这个逻辑，春风障碍就会在那个时候开始真的被引爆了。蔡英文在这里孰可忍孰不可忍啊，蔡英文在这里他不会相信赖清德没有与这个贾论文的引爆案是无关的，他不可能相信的。所以赖清德在这里急吼吼是为什么？他因为他们的关系已经就是濒临破裂，这时候张友华又在这里踹了一脚，而且友华哥死不认错，认为说这个事情 是真的，他完全没记错，他真的要把所有他的朋友关系全部都拉出来作证，挺好的。好，照这样您认为会完了吗？ 我觉得现在要努力的做一件事情、哦、要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赖清德不要撤告或者龟缩，就是务必他一定要告下去，那这个才会让，告也没有啊，有华哥要告他啊、哦、对，因为他已经 构成诽谤了，对，这确实是啊，遭世人唾弃、啊、这个蛮严重的、哦、很严重啊，这个很严重啊，对，这个蛮严重的，他骂他不只有一句啊、骂了好几句啊，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很有趣了，这个 对这个就你不告我告你，不过你们两位是我以这个过来人这个前辈哈，这个多走几里路多吃几粒米的身份啊，来这个告诫二位啊，最近啊出国啊护照要带好，不要被爬走啊，不过爬走没关系，我们三个人呢就在你看嘛，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你们两个呢到这里被通缉，我们三个人呢就在旧金山成立新台会，您觉得如何呢崇敬？好，那个既然你已经预告了，让我开始有点担心，我十月二号到您那儿的时候会不会路上呢他们就找人把我的护照给爬走，让我滞留在机场，哎，这可能性还真的存在啊。不，我教你，你十月二号出境，他十月三号就开庭，他就立刻发布这个、哦、就是立刻要有这个找人告你，然后开庭，十月三号开庭，然后第一句话就问欧崇敬为什么没来啊、哦，然后就通缉了、哦，对，然后就发布通缉、啊、那 你的护照也不用偷了， 你就通缉嘛，然后他就联络这个国安局的在机场的这个人，就潜伏在长荣华航跟联合航空的柜台，当你把你的护照一递交柜台，这个国安局的人就过来把他没收，说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来，这个就不需要到旧金山办事处，就把你直接在航空公司柜台给没收了，这个局不错吧？你现在这样提醒他呢，也许他会这么想，不过我觉得他现在的注意力应该都在赖清德身上，他认为赖清德现在才是关键战犯，如果没有赖清德、那么就不可能有整个假论文案，他会这么想。还有一件事是、他恐怕会认为我们在提醒他，也就是说 赖清德跟蔡英文现在对待我们的态度会非常的矛盾，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某种程度上说不定我们才是另类的他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陷入一种重重疑云的状态中，因为你跟这个童维勋又出来做了一定的澄清和否认，所以整个事情如果不是像你我这种这么深知内容的人，我认为会如坠于无里雾，这是八三夜雨啊，完全看不清楚。所以你认为蔡英文能够想得清楚吗？不会，他这时候肯定又勃然大怒，而且他最忌讳人家提假论文假释案，这时他一定在家里摔杯子的，摔酒杯了，家里面红酒不晓得又打破了多少瓶，或又喝掉了多少瓶。所以此时此刻我认为最紧张的人应该真的就是赖清德自己，他声称要告张友化，只是做给慈禧太后看，如是而已。但我觉得一切都来不及了。当他去骂张友化以后，其结果就是张友化会加20倍的力量，尽力的大声讲，而且会有更多的自媒体跟更多的电台或者电视台会不断的加入这场超级内斗的宫廷大戏。
所以后面会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是张友华的爆料引发了蔡赖斗，还是蔡赖的内斗让张友华有料可爆，这个事情最后永远会是鸡生蛋蛋生鸡，永远说不清楚。文正，我其实从一个比较持平，我前面都在搞笑了，我比较持平的说了啊，如果有人说我涉及论文门的主谋，又说呢我曾经是春风专案的廖北亚，又说呢我在这个台南个光电产业中上下其手，这三件事情对我而言，我个人认为我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应该是你说我是春风专案的廖北亚，因为要当一个廖北亚，他害得别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个过程必须具备心狠手辣卖友求荣见利忘义的各种人格特质。第二个我不能忍受的是，如果你说我插手光电产业上下其手，那对我而言是一种你说我贪污舞弊营私结党。第三个呢，你说我是论文门的发起人，我倒觉得你给我戴了一个桂冠，因为你证明什么？你证明我有胆识有魄力有勇气有发掘真相的决心。所以这三个合起来呢，我最该告的应该是春风专案，第二是光电产业插手上下其手的这个说法，至于第三个呢，我是谢过皇上，我感谢感谢，谢谢有话哥给我这么大的桂冠，小弟实在担待不起。可是我就不懂了，赖清德把这个顺序倒过来了，春风专案左耳听进去右耳听当没看到，这个插手光电产业的指控当作没看到，却对论文门的发起者这件事情去怒呛张友华是世人唾弃的人，你不觉得这完全违背正常人的逻辑吗？我不觉得他违背，是因为彭文正心里面心怀正义，又来了，以上的标准是把正义列为最高的标准，他们的标准是把权力列为唯一的标准，正义完全不算什么，背弃正义对他们来讲是每天都要干几十回合的事情，但对于你是一丁点都不能够违背的，这就是你跟他们很大的不同。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时至今日许多次人家要请你从政你都没有去，正因为你把正义作为最高的标准，本来民主国家就应该把正义列为首要标准。足以证明啊，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或者往前追溯，这三十年来，台湾还没有真的进入民主国家的序列。现在为止，大家都在讨好自己的老板、自己的家长，所以台湾实质上现在只不过是帝制时代转向酋长制或者叫家长制的政治体制，如此而已，还谈不上民主。如果谈得上民主，那所有人都应该站起来说，你凭什么拿彭文正的护照？如果是民主国家的话，这个事情没收彭文正护照这件事情就已经是违反民主的行为，应该大家都揭竿而起， 让干这件事情的人本身就混不下去。但是呢，我们的公民意识在哪里？我们的公民的声音在哪里？帮彭文正呼喊说这件事情是违反人权、违反正义的人又在哪里？这本来就已经透露着我们的国家在这个地方还距离民主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我觉得借这一次的赖清德与张友华之争，或者他们的漩涡斗争，要一斗至少斗两个半月到四个半月不等，我认为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上帝的点金棒给点下来的。时间也到了，请文正哥为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Amen。祝大家平安喜乐，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见，明天见。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谢谢大家。